门、窗。取经才是重中之重。老鲶鱼。带的啥呀？你这也打不过我呀。你不吃兵了，经验你不要了，我在这堵着你，你咋办啊？你这家伙，你还往右边跑，你往右边跑不亏死你？没完了，我有小饼干，你有吗？哎呦我操，这英雄哦，多兰剑出的门，我这怎么舔我这么疼呢？这波被他杀了，属实是不应该啊。你别送，就两挖掘机，其实那个小饼干应该再等一等再吃好，吃着急了，稍微有点回血，回没回很多，你知道吗？靠！你想想俺老孙的本事吧！我整攻速，是不是整攻速？才恶心，你恶心，你这个恶心。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不打不得死。Enemy killing spree。回家。这么的吧，这把咱先来个死刑，再来把长剑，这玩意儿能带回血的，搞个死刑宣告。下路挺惨的。包女在中路，可以打。先破骸骨。DAW，A 接双 Q。走位。呀，这走位没走掉。包女来的是可以的啊，走位，没完了是吧？怎么的呢，兄弟，怎么的呢？这是要强杀我是吧？你可以试试。
我升六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不知道，你知道你就不能如此之嚣张，咋的呀？我有小饼干，你有吗？致命点烟，干嘛？没完没了了呢还？回家。哪里来的掌声？那是观众发自内心的掌声，不由自主就拍起来了。我把这个分家秒给它改了，改成秒分家秒，有点算不出来数，不知道还有多长时间。这包女儿指定还得来，你看看呢。哦，好痛！这一个舔舔了我这么多血，这光就是平 A 我一下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好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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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行，有点疼有点疼。下边有大的跟他打，你舔用过了，差一秒。不是这，出啥了？等一等不就没了吗？哦，包女，给他一个25，有闪吗？拜拜，走呗，直接开大，挺烦人的这包女，走呗，3、2、1，我要反杀他，直接 W 一手 ，Q E A， 哦，让小兵 A 死，呀，学错技能了。包女儿寻思我能往上 W， 没想到我往下 W 了，知道吧？这玩意儿能出的什么装备？还要出啥呀？你要出什么？你跟我说一下子。跑。哎，这个晕的时间真的好长哦。放个点烟。他这个东西晕的时间到底有多长？感觉能有2秒钟。加强了吗？此地不宜久留。
飘缸啊。吃啥呢？好吃不？你咋还往上来呢？没脸是吧咱？啊？咱是不是没脸？我就发现你这人来一趟死一趟，还往上跑。人家都吃一堑长一智，你不长智，我就回家了。这得要野武，带个扫描。你是私了智，来个小魔抗。我有预感，这个包女啊，她还得来。我已经预感到了，打他个骸骨。不要我猜，没关系，我自有办法。爽吗？那咋就140了呢？我记得310上来的就这样式的。我打个峡谷，你不让我拆，我就打峡谷拆。这波能打过他不？怎么感觉费点劲呢？你咋回事啊？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把峡谷放了。不行了，救不动了，实在是没蓝了。这人啊，就跟我磕上了。行，实在是救不动了，一个啃子把我啃死了。我再能有80点蓝，他就死。挠死他！漂亮，兄弟，这波闪现打得可以啊！你别害怕，我跟你旁边呢，你就怎么的就真就不走了呗，这就是。不走了，好。连体鹰跟我玩，
把他们家二塔拆了，应该能拆掉。16分钟，我这种装备拆塔很快的。这安妮儿有大吗？没有大，害什么怕呢？害追，他有沙漏了，这波不好杀。这波跑了，不搞了。我在这儿等他，看他敢不敢来。他要敢来呢，我就跟他打；他要不敢来就算了。这波我们往下走啊，包月去下了。你知道最可气的是什么不？最可气的是这个包女上来一趟死一趟，俺们家挖掘机还比人多，还比人少一级。等一下，安妮儿在这里，龙还让人拿了。就你拿的龙啊？谁允许你在这里拿龙了呢？回上路。大鲶鱼行啊，反正也不值钱哈。懒得要了，我都没有意义的，这就100块钱，我要它干什么玩意儿呢？你说，还给我增加赏金，我才不要呢，我不要。一看这包女就是要去中吧，不去啊，不去我把上路拆了。有没有蓝 buff？ 有蓝 buff， 把蓝 buff 打了。我不仅打蓝，我还把他蛤蟆打。我不仅打蛤蟆，我还搁这等着包女儿。那指定是得来了呀 ，A 错人了，问题不大。挑金身呐、啊，金身干啥用的呢？走呗。有点肉啊，这锤石！你还回去啊？那都不死了。面对疾风，这把表面上看上去俺们杀的人挺多，但其实这把并不是那么很好打。之所以能有点好打，是因为俺们呢杀的人比较多，但其实这个挖掘机跟这个亚索就只是装像，你知道吗？装样子，没啥用。
这不会要打大龙了吧？应该不能。取经才是重中之重。杀安妮了，直接开着鲶鱼，问题不大。女警一眼我断了，杀随时。我们已经无敌了，这都不掉血，五杀呢？包女儿是不是得来找我一下呀？包女儿，兄弟们给我五杀，我要杀人。我操你猴子，老包女儿，哎，这是不是有点瞎的？你不能钻这个洞吗？刚才龙没了，兄弟们，五杀有了，龙没了。假猴死的可真是惨了，兄弟别怕。跟我来，先杀女警啊！一个都杀不了，不应该呀！这波没把他们都收了，哎呀！你不行，杀锤石呗！你还别说，确实还是有点难打。说的没错吧？有点难打。虽然杀了这么多波包女，杀了这么多波鲶鱼，但其实没啥用。亚索不太给劲儿，大龙可以试。下波我有闪，其实挺烦人的。来来来来来，我有闪，可以打。把兵线推过去。女警敢出来，直接开的。先把女警杀了，杀完女警杀对面的安妮啊，安妮杀完杀包子。女警不杀可不行，贴大了。漂亮，随时。哎，可挺费劲，来打条大龙，兄弟们。
窃魂卷。咋这么难吧？不难，就是按道理来讲不应该这么难打的，你知道吗？那包女至少上上路能有四趟吧，是来四趟死四趟。春哥来一个，得出个黑切呀，兄弟们，你这没有黑切，俺们这全 AD 阵容，这边女警整个春哥，这不好打了吗？来，往下走。往下走目的不是为了杀他，而是我们得去下路推塔，并且有条小龙得要了。这条小龙得拿啊。我们十八级。可以呀，ADC 别死啊 ADC， 先把锤石杀了，不行就烦人呐，这锤石啊！打不动啊！给我中风！你怎么跑了呢？我操，这有夹！哎呀，还好还好。夹放歪了，小龙吧兄弟，这包女绝对的不一般，这包女这玩意儿卖了560，差几百块。你们谁来个黑切呀？把黑切整了。这阵容没黑切，那蛤蟆都打不动。我来个黑切吧。必须得来黑切，没有黑切肯定这把就不好赢了。黑切出完，我们把这个换成破败。现在换破败一样是打不动人的。别急，死人就一波了，别着急啊，我现在没有办法一打五，别指望我。
漂亮啊，兄弟们！上高地了。我这叫黑切。真就背装备，兄弟。这女警射程这么远啊，两个人没关系，来中。包女儿活了，算了，走，来大龙。这差多少钱？差的钱挺多呀！这波我有闪，直接开他们家女警。ADC 后边玩一玩，俺们先杀女警，杀完女警杀包女，杀完包女杀安妮，剩两个靶子，最后来大龙啊！大龙很快，那不有亚索的吗？这狗子回点蓝，先杀包女吧。呀，我操！这女警能不能杀兄弟？女警杀不了，这波就输了。哦哟，有点难打呀。舍不得大，我肯定不可能杀他放大呀，我杀他怎么放大呀？我杀他放大俺们家又赢不了，你这把就只能杀女警放大，然后让亚索接个大，那不知道那队友都上哪去了。刚才来个破败，血晶才是重中之重。挖掘机得整一个黑切出来，闪现杀女警，不杀女警。不行啊，女警死了就赢啊，女警不死咱就赢不了。浪费我一个闪现，这波我感觉要输了怎么办？不能上啊！这不能上！哎呀，安妮有闪现，感觉打不过呀！他们家的保护的比较到位，算了，别打了呀！我说，他们家下路兵线不好，没事拖着。
瞎了。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哎呀，我还得回家呀。我不回家赢个锤呀。这女警稍微是有点过分了，要我说呀。别追了，一会儿给你扎死了。没有资源啊，这地图啊。哦呦，这安妮儿跑这儿来了。挖掘机有没有黑切？挖掘机有黑切，我还得换春哥。没事的，没有地图资源他妈吹不过来。他还没出黑切呀，你没有黑切吗？你黑切呢？守一下基地，别死了啊，守一下塔。我马上活，这他妈的！哎呀，守一守兵线呢。结账吧。